他爱玩爱闹，爱逗爱笑，他是别人眼中的开心果，却自称外表风光，内心彷徨，容颜未老，心已沧桑。他就是本期的光影新播客大张伟。大家好，我是光影新播客大张伟。去年年初我主演的《舞动青春》，相信喜欢我的朋友们都已经看过了。在这部戏的拍摄期间，和寇占文导演学习到了不少的东西，当然还萌生了自己想做导演的冲动。那在单曲《心无言的结局》MV 中，终于实现了自己做导演的这一想法。 MV 从画面构图到桥段设计都是由我亲自设计把关的，特别加入了专属自己逗趣的岔精神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的一个音乐态度，那就是音乐为娱乐服务。好了，现在我也为光影新播客的观众朋友们服务一把，来为大家清唱几句这首《心无言的结局》，谢谢各位。啊啊啊，春天我问你，我的真爱在哪里？啊啊啊，真爱我问你，我的情人在哪里？是的，这样的音乐就是希望呢能为各位带来更多的欢乐，更多的欢笑。